同学，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介绍金融市场实务第六讲次。本讲主题是股票市场一。本讲次跟下一个讲次都将介绍股票市场。第一单元我们要介绍在股票市场交易的金融工具。目前台湾证券交易所允许交易的金融工具非常多元化，除了普通股、特别股以外，还有权益证券，像存托凭证、交易所交易基金。 认购认授权证等等，这些金融工具风险属性不一，值得投资者认识清楚。第二单元我们介绍股票市场主要组织，如证交所、证券商跟集保结算所。第三单元我们说明股票承销制度。首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主讲老师谢老师。大家好，嗯，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探讨股票市场的一些内容。 好，我们今天的教学目标就是要介绍股票市场交易的金融工具。本讲次重点包括：一、股票市场金融工具；二、股票市场组织；三、股票初级市场。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股票市场金融工具。本讲次所说的股票市场，其实指的是呃权益证券市场。权益性证券呢，是指持有此类证券，乃代表持有者拥有。 证券标的物的财产所有权，比如张三买进台积电股票，代表张三持有台积电全部财产的部分持份权益。如果你持有零零五零基金，则代表你持有该基金全部财产的部分持股持份权益，也就是跟其他股东或基金受益人共同持有该股份有限公司或该基金的全部财产。 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权益证券，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普通股、特别股、存托凭证、第一上市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简称 ETF）、认购认授权证、指数投资证券、受益凭证与换股权利证书（简称 EC）。以下为各位同学依序来介绍这些权益证券的特性：一、普通股。 在民国一百零三年以前，公司法规定每股股本一定是十元。民国一百零三年后，为了扶植新创公司，做了调整与松绑，取消股本一股十元的规定，小公司可发行极低面额或无面额股票。那将使新创业者取得公司股权的门槛相对较低。按照公司法规定，从投资者观点，普通股有以下几种特性。 第一个责任有限，股东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以投资的股份金额为限，这点是投资普通股最大的优点。即使当公司发生倒闭或清算，若有债务还没有完全清场，即使股东以前已领过很多年的股利，把当初投资的金额赔完，投资者不需要把以前收回的股利缴回。也就是说。 债权人无权请求普通股股东以个人财产来偿还公司债务，这就是所谓的有限清偿责任。第二个，表针对公司的所有权，持有普通股代表对公司的所有权。比如像甲公司流通在外的股数有一亿股，而投资人持有甲公司股票一万股，则该投资人拥有甲公司万分之一的所有权。 当公司办理现金增资发行新股时，将增加流通在外的股数，但原股东有优先认购股票的权利，以维持他原持有的比例。假如原股东没有认购新股，放弃认股权，那他的股权就会被稀释。原投资人自愿放弃认购权，表示呢，因为该投资者认为股权被稀释会比维持原持有比例来得有利。 反之，如果公司从市场买回库存股来注销，减少了流通在外股数，投资人的股权也会因此增加了。再来，我们看第三个优先认股权。对于公司增资发行新股时，普通股股东可依照目前的持股比例优先认购，称为优先认股权。比如李氏持有公司十 percent 的股份。 那在公司发行新股时，理事可以优先认购十 percent 的新股。此权利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护现有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以及他持有的股票总值。那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股东的权益而不是义务。第四个，表决权。公司法明定，公司的股东有许多重要的事务。 比如像经理人的委任、解任以及报酬、董监事人选、盈余分派案、增资案等，均具有表决权，且每股普通股均有平等的表决权利。要行使这个权利，股东必须要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投票行使表决权，但是股东也可以使用出席通知书上的委托书，委托他人行使股投票权。因此，我们屡屡在 看到公司当局跟市场派人士为了争夺对公司的控制权，竞相收购委托书来掌握董事会多数歧视这样的社会乱象。目前，政企会已经将委托书征求的规则修改的比较严格了，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第五个，鼓励的分配权。 当公司盈余状况不错、有盈余的时候，公司可以决定把部分或全部的盈余分配给股东。而普通股的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是享有平等的分配权利。第六个剩余请求权，当公司破产或清算的时候，普通股股东对公司资产有法定求偿权，但其受偿地位在政府，就是税负。 员工在权人及特别股股东之后，普通股只对公司的剩余财产具有请求权，好，所以我们称为呃剩余财产请求权。那另外呢，我们从发行者的观点，发行普通股有以下的优点。它与其他筹资方式来比，普通股筹措资本具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个，发行普通股筹措资本具有永久性，没有到期日，无需归还。第二个，发行普通股筹资没有固定的股利负担，那股利支付与否跟要支付多少是视公司有没有盈余跟经营需要而定，同时也没有到期还本的压力。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因为它是永久性的，所以这样子对公司的经营波动跟财务负担相对会比较小一点。 第三个，发行普通股筹资构成公司最基本的资金来源，它反映了公司的实力，可以作为其他方式筹资的后盾，尤其是可以当债权人提供保障，它可以增强公司的举债能力。第四个，由于普通股的预期收益较高，并可一定程度的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普通股筹资容易吸引。 希望抗通膨的投资人，然而运用普通股筹措资本也有一些缺点。第一个，普通股的资本成本较高。对于筹资公司来讲，普通股股利从税后利润中支付，不像债券利息是从税前支付，因此不具有抵税的作用。此外，普通股的发行费用一般也比其他证券来的高。然后第二个呢？ 以普通股筹资会增加新股东，这样可能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第三个，股票筹资时间需要时间比较久，竞争又很激烈，可能无法满足企业紧迫的融资需求。接着我们看第二个特别股，特别股呢，它拥有某些普通股不具备的特性，那同时又具有债务工具跟权益工具的特征。 特别股每年或是每季可领取固定的股利，但股利支付不具法律约束力，意思就是说公司不给特别股股利那也没有犯法。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混合工具，因此也被称为优先股。一般特别股按照不同属性而有不同的分类，我们选择若干重要的分类说明如下：第一个，累积跟非累积特别股。 特别股的持有人在公司有盈余时，一般可以优先分配到固定金额的股利。但是如果公司没有盈余可供发放股利，隔年必须补发以前年度未发放的股利。这种证券我们就称为累积特别股。如果基欠的股利无需要补发者，我们就称为非累积特别股。第二个，参加与非参加特别股。 参加特别股是指，当普通股所分配到股利高于特别股股息时，特别股可以跟普通股一起享有剩余股利的分配权。如果是非参加特别股，就只能领到基本的股利，它等于特别股的股本乘以基本股利率。这种非参加特别股股利都是固定的，就算公司大赚，它也只能分到固定的股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特别股，它很像债券的部分。第三个有表决权跟没有表决权特别股，目前大部分公司的特别股是没有表决权的，但是不建议特别股股东被推选为董事或监察人。第四个复数表决权特别股与对于特定事项具否决权特别股，前者是这一类特别股具有一股多权的表决权。 后者是此类特别股对于特定事项具否决权，这两者都是在一百零七年修法时新定的权利，目的就要让家族企业或新创公司对于经营上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就投资者来讲，特别股有三大优点。第一个配息稳定，大部分特别股都有固定的配息率。 股利率呢会比一般债券值利率来得高。第二个波动率低，因为特别股具有债券的特性，但公司营运好时也可能分红，因此特别股的波动度是借在债券跟股票之间。根据情益投信的研究，近五年的特别股年化波动率只有普通股的一半。第三个信用平等高，目前。 特别股发行公司半数以上是具有 A 级以上的信用评等。接着，我们介绍第三个金融工具，就是存托凭证。存托凭证简称 DR，它是存托银行签发，用以表彰外国有价证券的可转让凭证。持有该凭证者和持有该公司普通股的投资者，两者的权利义务都是相同的。那所表彰的有价证券呢，会 由存托银行代为保管。比如说，台积电或台积电的大股东想要让美国投资人呢用美金买卖台积电的有价证券，那他们就可以把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呢先寄放在保管机构，然后呢由存托银行来签发可转让的美国存托凭证，我们简称 ADR。好，然后发行给美国投资人。以台积电为例。 花旗银行以每五股台积电股票转换成一股台积电 ADR，然后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台积电的 ADR 持有人同样是台积电的实质股东，基于他所持有的存托凭证，可经由发行该凭证刚刚讲的存托机构，他主张对台积电证券相当的权利，也就是 ADR 持有人可经由存托银行拿到台积电的股息红利。 跟剩余财产的分配，以及行使投票权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存托凭证都有投票权，要看其限制条款而定。外国公司呢，既受委托的存托银行在台湾发行的存托凭证，我们称为台湾存托凭证，简称 TDR，在全球发行的就称为 GDR，在美国发行的就是 ADR，以发行地好来命名。 再来，我们看第四类，我们叫做第一上市的股票。第一上市股票是指依照外国法律所登记注册的公司，未在国外证券市场挂牌交易，来台进行第一上市或上柜发行股票的外国企业。这是政府鼓励在国外注册的海外企业回台上市的股票。最早证券开头是 KY，是开曼群岛。 的英文简称，后来在一百零一年，因为有些企业并非在开曼群岛注册，避免误会，改成 F 开头，让投资者一看便知是外国公司股票。一百零五年政府又改回 KY 的代号。第五个，交易所交易基金，它简称 ETF，是一种在证券交易所交易，提供投资人参与指数表现的指数基金。ETF 呢，把指数证券化。 投资人不以传统方式直接进行一篮子证券的投资，而是透过持有表彰指数标的证券权益的受益凭证来间接投资。ETF 也是一种封闭型基金啊，基金发起人将募集到的基金，寻找和股票指数相关系数最高的投资组合投资，然后把投资收益跟基金投资者分享。接着我们看第六个。 认购认售权证，认购权证是表彰有权利以某一固定价格，就是履约价格，购入标的证券的有价证券。如果标的证券的价格上涨而高于这个履约价格的时候，这个认购权证的价值也随之上涨。反之，假如标的证券价格下跌，然后价格低于履约价格的时候，认购权证的价值也将下下跌。认售权证。 是另外一种表彰有权利以某一固定价格，就是履约价格，售出标的证券的有价证券。那他的思考逻辑会相反，就是边当标的证券价格下跌，而且要低于履约价格的时候，认授权证价值是会上涨的。反之，若标的证券的价格上涨，然后高于履约价格的时候，这个认授权证的价值反而是会下跌的。第七个。 受益凭证跟换股权利证书，它是由证券投资信托公司向大众募集资金所发行的凭证，我们称为受益凭证。随着募集基金的投资标的不同，共同基金名称也不同。目前在台湾证券交易所，封闭型基金大部分是 ETF，另外有一小部分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简称 REITs。那它是简称。 R E I T S，那 REITs 以成立基金的方式发行收益凭证，直接向大众募集资金，然后再交由基金经理人投资于不动产相关事业，所以他特别是投资在商业办公大楼。那另外，假如有同学呢去投资的是呃一般呃一般发行的，那就是要跟银行来购买、哦，就不是在证券交易所买卖的，在现行制度上。 当可转换公司在持有人决定将债券转成股票时，如果公司没有库存股，就必须办理增资，才能印股票发给可转债公司持有人。那在新股票印出之前，公司在五日内会依转换价格发给能表彰普通股权利的换股权利证书，再依据发行公司每年订定的换发普通股基准日。 将换股权利证书转换成普通股，这种换股权利证书会在公司股票名称后面加甲乙丙，比如像南亚甲这种换股权利证书也可以在证交所交易。八指数投资证券，它是由证券商发行，发行之后在集中市场挂牌买卖，通常定有一定一个到期期间，而且追踪某一标的指数，证券商会承诺。 到期时支付投资人在持有期间所追踪的指数完全相同的报酬。接着，我们请谢老师为各位同学讲次其他的重点。好的，谢谢林老师。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这个讲次的下两个重点，也就是呢啊股票市场组织与股票初级市场这两个单元。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股票市场组织。 股票市场组织呢，大概有下列的成员。第一个呢，就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呢，它是买卖股票、公司债、公债等有价证券的市场。它集合有价证券的买卖者，经过证券经纪人的居间，完成证券交易。一个好的证券交易所呢，必须至少具有以下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价格连续性。 啊，是指呢价格在两笔交易间不会有大幅的波动。其实呢，就是说市场呢要有足够的价格深度。那通常呢，它会有以下四个特性呢，就是交易频繁，这个是显现在周转率高、交易量大。那第二个特性就是买卖价差小，第三个就是买卖委托成交快速，最后一个呢就是两笔交易间呢它的价格差距呢会很小。那会有这四个特性呢。 好，那好的，嗯，交易所呢，第二个必须要呃有的条件就是决定啊、呃、公平合理的价格，不轻易受到市场大户或者是政府操纵，由市场机能决定合理的价格。那第三个呢，就是协助企业筹措资金，这个呢是初级市场的最主要功能，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机制，使上市公司筹措到资金，也让资金的运用更有效率。 那第四个呢，就是啊，可以预测景气变动。一个公平合理的证券交易所会吸引有预测能力的人来积极参与交易，因此呢，可以率先反映景气的荣枯。第五个呢，必须要能够提供完整的资讯，提供整个市场啊及个股的及时交易资讯，以方便投资者做出最正确的判断。那第六个呢，必须要能够保护投资大众。 啊，资讯透明的市场可以减少资讯不对称，保护投资者。另外呢，针对交易异常股票，及时提出市警，也可以避免投资者受伤。好，那这个市场呢，啊、嗯、的组织第二个成员就是证券商。证券商呢，按其功能呢，有以下三种：有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商及证券自营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证券成交商。 证券承销商呢，是指与发行人签订证券承销协议，协助公开发行证券，借此获取相对应承销费用的证券经营机构。承销商呢，主要办理上市股票的分散股权销售，包括啊、呃、包销股票、代销股票两种。那第二种呢，就是证券经纪商。证券经纪商呢，为顾客提供证券买卖居间的服务，赚取佣金。 那目前呢，金管会也允许证券营业员呢，除了提供证券买卖居间的服务，也可以替客户提供理财咨询服务，推荐金融商品给客户。那第三个呢，就是证券自营商，指呢在股票的买卖中呢，自己买卖股票，而不是代理他人买卖的公司或个人，是证券交易市场的三大法人之一。另外呢，证交所呢也赋予证券自营商呢调节市场的供需。 稳定股市的积极任务。好，那再来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成员，就是集保结算所。集保结算所呢，它是合并原来台湾证券集中保管公司及台湾票券集中保管结算公司啊两个合并而成的。那最后呢，改名成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好，那还有其他成员呢，包括证金公司。 啊，呃，证券发行者跟投资者，那这部分呢，在第二章第二节金融市场参与者已经介绍过了，我们就请同学自行来复习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股票初级市场的内容，那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发行方式，第二个部分是承销方式，最后呢，我们来介绍承销配售方式。 好，那嗯，首先我们先介绍发行方式哦。那在股票初级市场发行方式呢，可以分为公开发行与不公开发行。公开发行呢是指呢啊、呃、公开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公司的股票或者是类似股份的公司份额。发行的时候呢，该公司必须要附加公开说明书细则及相关权益以及该公司的简介和财务状况。那第二种呢是不公开发行哦。 原则上呢，仅得由原有的股东及员工全部认足，或恰由特定人协议认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承销方式，可以分为确定包销、余额包销与代销。首先呢，我们先介绍确定包销。确定包销呢，又称为全额包销。那证券承销商包销有价证券，他得先行认购后再行销售。 或于承销契约定名呢，保留一部分自行认购，先行认购有价证券呢，应该在承销契约所定的承销期间内销售。至于呢，保留的一部分呢，自行认购者，他出售呢，应该在有价证券集中市场上为之。也就是说呢，上市之后呢，这一部分才可以在交易所交易，不可以呢，看到包销热烈，在承销的时候呢，就把它卖出。好，那第二种呢，就是余额包销。 那就是呢，在约定的期间之内，承销人呢与发行人共同销售证券，承销人呢他只有收取佣金，到约定期限后呢，承销人再去购买未销售完的余下证券哦。那余额包销呢的承销商呢，他必须要承担部分的发行风险。那最后一种呢，就是代销，代销就是呢，证券承销商呢，嗯，代发行人销售证券，承销商呢他只有提供分销的服务。 而不负担销售的风险，那募集资金的成败呢，都完全要由发行公司来自行承担。那发行公司呢，无法在公开承销时呢取得资金呢、哦、这个方法呢，它必须要等到承销期间届满，承销商呢把募得的价款扣除了销售手续费的余额，那才能啊、嗯、使为发行公司所筹募的资金。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承销配售方式哦。那这里呢，总共有四种方式，我们要介绍四种方式。那既有呢，啊，公开申购配售、询价圈购、竞价拍卖和洽商销售这四种。那第一种呢，就是公开申购配售。那公开呢，让有意购买的投资人进行申购。若当申购数量超过销售数量的时候呢，就会用抽签的方式来配售。那对于呢，每件公开。 申购抽签呢，申购人呢只能向一家证券经纪商办理，并以申购一件为限。那第二种呢，就是询价圈购，承销商呢在订定预定承销价格的可能范围之后，由投资人呢表示其对承销股票承销价范围之内所愿意接受的价格和数量，以便呢承销商决定最终的承销价。 那承销商呢，汇集多数投资人的圈购意愿之后呢，借此发现合理的承销价范围。承销价格呢范围定定之后呢，啊、呃，承销商他可以自主决定配售的对象，而不受圈购单的拘束。那投资人呢，也可以不受圈购单的约束。那第三种呢，就是竞价拍卖，由投资人呢参与投标，由价格高的优先得标。 那目前呢，新股申购筹资金额在五亿元以上，有八成呢是经由竞价拍卖来啊、嗯、售出哦，那两成呢是公开抽签，那最后一种呢就是洽商销售。那这个发行公司呢，它是先委托证券商办理有价证券的配售，那承销商呢采全额包销或余额包销方式，再洽特定的投资人呢来认购。 好，那介绍介绍完这个讲次最后两个学习重点之后呢，我们最后再请林老师呢为本一个讲次呢做一个总结。好，谢谢谢老师。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股票市场的交易工具，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工具有普通股跟特别股，还有许多的权益证券，包括存托凭证、交易所交易基金跟认购认授权证等等。 同学要进入这个市场交易的时候，要先认清楚每一种工具它的风险属性如何，那如此去交易的时候，才能降低你的损失，而获得最大的利益。另外，我们今天也介绍了股票市场里面的一个组织结构里面，但主要就是证券交易所为主，然后还有证券商。那最后呢，我们又跟各位介绍了股票的初级市场。 那通常来讲，有所谓的确定包销、余额包销与代销，那这些都是证券公司如何把股票然后销售到投资人手上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下一个讲次会继续为各位介绍刺激市场，那希望各位继续要聆听。我们今天介绍到此，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再会。